区，大甲区，大甲区，大家好。我叫金泽华，今天借着我们三阳的活动，我想要做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在这里对我女朋友求婚。现在欢迎我的女朋友陈世平小姐。宝贝，我知道你很紧张，但是我们已经站在这个舞台上了，我们也是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捧我们的场，谢谢大家给我鼓掌，给我鼓励，给我信心，谢谢。在这里有那么多机车界的朋友，还有我们的车友，还有那个大声公在支持我，真的很感谢。宝贝，我们已经交往快三年了。不是交往是交往的哦，还没三年。但是我们就以三年来讲，在这三年的漫长的日子，我们经过了很多喜怒哀乐，还有我遇到了你，我真的改变了很多，希望你可以对我有信心，请你把你的手给我，宝贝。
上去，搭上去，搭上去，搭上去。来，抱歉，营长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。哇，再扶了，再扶了，太扶了，太扶了，杨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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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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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牵起来，牵起来，被逼婚了。哇！掉黑，掉黑，扎起来。哎，太久了哦，太久了。我熬不住了啊，快啊！我成功了！好，应大声公的要求，垃圾一下。我们垃圾来，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，还有鼓励，还有经理，谢谢。